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是中国的下午五点钟，国度祷告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父的圣宝座前，一同向他祷告。我们以祷告开始。亲爱的阿爸父亲，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下午守望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我们要在你面前陈明我们的心意。愿你的灵圣灵啊，亲自来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我们的祷告当中，我愿神你赐下你的恩典祝福，你让我们所有在这里参加祷告的，再一次在期间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恩惠和力量，也透过我们的祷告能够给那些在捆锁中的肢体带去更多的安慰和鼓励。主，我们向你仰望，求你施恩，感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求主借异象激动我，不愿看见一人为我，叫我
能摸着你心怀，借你施主的灵性光，同生粉碎我自的多自私，愿意完全摆上为主，要王家略山的爱，叫我怎能不爱主？不愿生命就此虚度，天上恩主我怎不做此地结缘，我生命与天堂，救助我愿为你再见，哦神粉碎我自私心，愿意完全摆上为主，遥望迦勒山的大爱，叫我怎能不爱主？遇上了说此今天，献上我生命与最爱，救助我愿你再见，哦神粉碎我自私心，愿意完全摆上为主，遥望迦勒山的爱，叫我怎能不爱主？哦神粉碎我自私心，愿意完全摆上为主，遥望迦勒山的是的，愿主用他的意象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在他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谢谢你，是的，主，谢谢你用你十字架的大爱来拯救了我们。主啊，你在迦勒山上，你的舍身，你的流血，为我们成就了那永远的救赎大功。你把你的国度带到了人间，主啊，你复活升天掌权，今天你不仅是教会的元首，你也是全地的主宰，你是万有的君王。主啊，我们能够被你差遣，被你使用，这是我们生命的福分和祝福。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愿我们的心遵从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在我们的心中登宝座、掌王权，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都献给你，为你所用。愿我们在你那宏大伟大的救赎的工作里面，在你那宏伟的蓝图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主啊你所使用的那一个小小的器皿。
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把你的意象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快跑的跟随，我们就忠心的服侍。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颂赞乐、权柄、荣耀都献给你，我们伟大的君王。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接下来听王一牧师的正道。为什么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被称之为一个誓言呢？被称之为一个誓言，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那里讲的誓言，或者从誓言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信仰，来理解什么是福音。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十六节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来了结各样的争论。这里描绘到说，世人他们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当中，但是他们想救自己脱离这个谎言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用启示，他们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来为自己所说的话提供一个什么实证和一个保证来了结各样的争论，然后你回头看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十三节，好，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阿门。这就是上帝的誓言，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上帝指着他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对吧？十七节接着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誓言乃是表明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誓言乃是表明神在万古以先，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的拣选。誓言乃是表明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及当人类堕落之后，他对着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在这里给誓言一个定义，誓言就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那一位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唯物主义者是没有誓言的，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大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客观上没有我的意思是他们不相信有比他们更大的来为他们做见证。比如说在中国，好像没有比国家主席更大的。所以，习近平在担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是没有宣誓的？但是呢，因为没有人可以带领他宣誓，可是其他的官员按照法律却要向他宣誓，譬如香港和澳门的特首都需要国家主席带领他们宣誓，可是国家主席自己是没有宣誓的。这就是为什么“习主席”这三个字啊，就成为了一个偶像。因为在这个国家，没有比他更大的，在法律上没有比他更大的，除非你信耶稣，除非你置身于那一个因为信靠上帝的誓言而建立的那一个天国的社群，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写着感恩刚才忘了开话筒是的，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上帝指着他自己
向我们启示，就是他赐给我们的福音，他向我们应许的约不会改变，这是有绝对的保证的。我们感谢主，谢谢他的福音，他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堕落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可以成为圣洁的状态，让我们从死亡和绝望当中进入到生命和永远的盼望里。我们谢谢主，我们接下来仍然继续的为那些在捆锁中的肢体来祷告。我们求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位福音的中心，他赐下属天的平安给在监狱和看守所的肢体，使他们充满了喜乐、盼望、力量，在捆锁阴暗之地见证自由光明的福音。我们相信，福音会带给我们生命的真自由，它带给我们生命真的光明。我们也求主，这位福音的核心主，也是福音的那个焦点，我们的主，求他赐下安慰、鼓励和爱，使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母亲、儿子、女儿、妻子等都充满盼望，盼望主为他们这个家，为他们所在的教会城市来行大事。好，我们一起开声祷告两分钟，然后我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有两位起来做简短有力的代祷。好，我们一起开声。弟兄姐妹来做简短有力的代祷。耶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再一次求告你，给你仆人属天的平安，也给你仆人在你面前给他们充满信心，也充满盼望，也给他们充满力量和能力。虽然他们在捆锁当中，虽然他们肉体没有自由，他们心灵有自由，他们常常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主啊，你垂听你仆人祷告，也垂听我们下午的每一个肢体的祷告。我们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求主在里面安慰他们的家庭和父母，他们妻子，他们儿女，给他们盼望，给他们喜乐，给他们再一次给他们加给他们的力量。虽然在你仆人看见在里面是不自由，其实公义的冠冕为你的仆人全留，看见你仆人在里面叫人看见不是用，其实大荣耀要领导你的仆人，你给你仆人能力和权柄，也给他们智慧和聪明，能胜过黑暗的势力，能胜过一切胜过的魔君黑暗的势力。再一次垂听你们众儿女的祷告，我们祷告如响尘烈达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声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你的弟兄姊妹和传道人依靠在你手中，保守他们平安，保守他们依靠你，能够跟随你，自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靠主得胜，靠主站立，也没有任何事情、任何逼迫、任何的困难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使他们与你的爱隔绝，爱如此的长过高深，保守每一个人在约中能够见证你的福音，
高墙外的父母亲、孩子交在你手中，保守他们在你里面得到一切忍耐的功夫、等待的功夫、等待你公义的作为，也为各地教会在逼迫之中，主你自己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爱主的心，能够靠主站立，靠主永不分离，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有两个特别代祷的事项哈，一个是突发的，一个是事先准备的。我们首先第一个祷告是为赖进强弟兄来祷告哈。那我们这是他孩子的照片。我们接下来也请几位弟兄姊妹来分别把他的这一个情况来介绍一下哈。那也就是两个吧，我看只有两页。好，请两位弟兄姊妹，请举手哈，谁愿意来祷告？有人举手吗？我这里没看见。我来念吧。好。近年来，因制造、经营基督教书籍、福音播放器被判刑的基督徒共七人，分别是浙江的陈玉、深圳的傅炫娟、邓天勇夫妇以及冯群豪、赖进强，中山的梁汝瑞、朱国清，西安的常玉春。李春慧夫妇，赖进强是一位基督徒，他的教会属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福音派信仰团体——中华福音团契，他是该团契的成员。赖进强在2007年与几位基督徒企业家合作创办了福音通公司，开始生产电子圣经播放器。福音通公司是该行业的开创者之一。得到了香港企业家的技术支持。福音通公司主要生产一种简易的圣经语音播放器，朗读者事先将录制好的圣经语音存储在 SD 记忆卡中，使用者只需简单的操作就可以聆听圣经语音。这种播放器在年长视力减弱的老年基督徒群体中受到普遍的欢迎。啊，继续读完吧，弟兄。好，请翻页。随嗯。着公司合作者的退出，赖进强在2009年创办了香柏树公司。由于他拥有巨大的教会营销网络，以及公司经营得当，他的公司迅速地在同行商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销量最大的圣经播放器公司，月产量达4万台。赖进强将部分盈利用于支持教会和各种福音事工，提供房屋供教会聚会使用。他自己也参与教会的服事。香柏树公司生产的圣经播放器对普及中国教会的圣经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2019年，赖进强突然被警察抓走，在监禁了16个月后，案件在深圳宝安法院审理，家属获准通过视频参加庭审，最终判刑5.5年，刑期至2025年1月。感谢主，赖进强弟兄于2024年6月21日提前释放。好，也就是说提前了半年释放哈。我们接下来，我们特别来为他祷告，所以求神感谢，感谢神引导我们的赖进强弟兄能够平安出狱，然后求神纪念赖进强弟兄在主里的服侍和为主所受的苦难，也特别求神保守他出狱后的日常生活、信仰生活都能够平安稳妥啊！我们一同开声来祷告。完了以后呢，我请一位弟兄姐妹来特别为他献上代祷。好，我们一起开声。
第一份责任，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感谢赞美你，就像来你，然后你呀，真的坚强，感谢走你的话，为你而付出的很多的，真的说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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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说我都感觉有种奇葩，在日常的生活特别保守，而且是有话的。今年他们在年会把身上的都是他每天的生活习惯，生活又进入了家庭，就是生活中心里面所受到的这些创伤和压力，让他们带着压抑的意识，一直自己的家庭有二十亿的人在忙碌的放纵的忙碌的，感谢主的恩典，把树干手里。啊，请一位弟兄姊妹来线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赖锦强弟兄所做的一切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他在国度的扩展当中做出了如此的有效的工作，都是你的带领，你的看顾保护。他为义而受逼迫，他是有福的，因为天国也是属于他的，是吧？他能提前释放，我们也知道这是你的时间到了。他非法关押16个月，后来又被判刑，时间没有到就没有刑期，按照他们的法律，按照当权者的法律，时间未到，提前释放，这也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你。天父啊，接下来的时间需要他调整自己的生活。主啊，你带领他，让他在新的生活过程当中继续为你做工，以致有更大的成效。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代祷的事情哈。第二个就是为呼和浩特市宣福教会祷告，就是我们的加勒牧师，就是礼拜天下午带我们祷告的牧师，他们所的教会哈，说是今天上午啊，就今天周三正在查经。统战部国保大队宗教局派出所社区的来我们会堂，登记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字电话，让我们停止一切聚会，说我们非法聚会到三次聚会，这是首次给你们的警告啊，这个是这个政府部门的话语哈，为我们祷告。现在他请我们众弟兄姐妹为他们献上祷告，求神加添他们力量，给他们力量来坚守主道，在逼迫面前有主而来的恩典和力量，面对能够见证主福音的大能啊，这是从张家乐牧师所在的呼和浩特市宣福教会啊，我们一起开声来为他们献上祷告，然后完了我也请一位弟兄来为他们祷告，叫宣恩，是写错了吗？这个是宣福好的，一起开始啊。感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我们的主的教会，我们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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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你的人，
的生活，上帝来怜悯那个旧百姓，就会把这个很多啊，我有很强大的这个力气，把这个保守分子能够让大家这样的一个参与这个生活状态，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所以是说的这个勇敢的生活，勇敢的真的，今天在逼迫的群体里，教会教主在你们当中，就是你的。我们请一位弟兄姊妹来线上代祷。阿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预备我们这样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呼求。父啊，我们把呼和浩特市带到你的面前，这座城市是你掌管的。主啊，我们把统战部带到你的面前，把国保大队、宗教局、派出所、社区的工作人员也都带到你的面前。父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还不认识你，在黑暗当中。阿爸父，我们为着宣恩教会向你来感恩，感谢你验证他们要成为你的见证。阿爸父啊，你给带领的牧者有聪明和智慧，并把福音的负担放在他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远方的人需要福音，近处的人也需要福音。父啊，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都活在黑暗当中，他们不认识你。父啊，你既然验证了这些教会，主啊，求你把传福音的使命放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在跟他们如何交道的时候，求你打交道的时候，求你给他们聪明和智慧。阿爸父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了壮士，捆绑了一切的恶者，释放人心，使这片土地上的百姓都能够弃绝罪恶，归向你真神。也祝福这些工作人员也能够弃绝罪恶来归向你上帝。阿爸父啊，你也保守你的儿女不受到仇敌的攻击。父啊，你在中间坐着为王，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感谢神，愿上帝能够看过我们家的牧师他们所在的教会，能真是能够从借着我们众人的祷告，上帝能够呢恩典能够充充满满，使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仅站立得住，还能够继续为主大发福音，大发热心。好，我们最后仍然要为每天下午的5点钟的祷告会来祷告。我们真是感谢神，他在这2年多的时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就已经3年了，这样的保守我们，就2年了哈，保守我们在他的面前这样的来祷告，要求神要兴起更多的牧者。弟兄姐妹来参与，使国度祷告能够有效而持久的进行下去。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在现在的这个处境下我们能够发出来的最强有力的声音。我们也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自己也能够打开眼界，而且得到力量，也为那些在患难中的肢体带给他们安慰和祝福。当他们能够听到许许多多他们从来不认识的人都在为他们祷告，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想那从天而来的安慰就会充满了他们的心。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也是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征战。我想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武器，来扩展神的国度的一个属灵的武器。所以我们要切切的为我们的祷告来祷告圣灵在这里引导，圣灵在这里感动圣灵在这里浇灌。好，我们一起开声，好，一起开声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欢迎赖金祥弟兄，只能够释放给你，每天的下午，努力的工作，主啊，上百万、近百万套，这个生意不换气，主啊，老的，让你的福音中也在这当中，让我们的来影响，让我们下面每个行业的高管，让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的施工，现在感谢我们的施工，在背包里。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亲，我们深深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每一天下午的五点钟，你把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迫切的来祷告，让我们深深的来降服。主啊，就你既然你开了这善工，神啊，求你自己亲自来保守这善工。主啊，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能够和你跟随你的脚步，一同去打这一场属灵的战争。天父啊，我们求你的灵就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到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也求你感动更多的牧者加入了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主啊，你借着祷告打开我们的胸怀，让我们的眼目我们的胸怀不只是关心自己，看到自己，看到我们的教会，甚至看到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城市，而要更加的能够看到主啊，在你的国度当中，你在为我们成就大事，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教会当中，你正在做你那福音炼净的工作。主啊，今天那么多的被捆锁的肢体，还有许多面对逼迫的教会，主啊，都是你的手在这里做成，你要借着这一切来炼净我们的心，炼净教会，成为你手中更加宝贵的器皿。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还是在这里再一次的为我们加勒牧师所在的宣恩教会向你献上祷告。我愿主啊，在那这一场的这个试验当中，主你亲自保守他们在你面前的信心，主啊，你自己来坚固，让这信心站立在你救恩的磐石上不动摇，让我们真实的相信，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这世界虽有苦难，但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永恒的平安。主啊，我们把我们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要在你面前深深的降服和祷告。主啊，我们也求主，主啊，你的灵继续保守我们这些每天每天守望在你面前的众儿女众弟兄姐妹，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每一天的下午你都激动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与你同行，在祷告当中看见主你那大能而恩典的工作，在祷告当中你提升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真是就像你所应许那样，我们和你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的恩典，愿把颂赞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你，直到永远。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语来祷告。感谢主阿们，感谢主阿们，感谢主阿们，Don't you know?
再见，再见，再见。